来关心股市，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是起62点，加权指数是8707点。伫个电子金融拢有起的带动之下，盘中加权指数上悬有来到8433点，要挖进今年高点8439点。台北股市今日八大类股拢有起有落，以纺织、食品类股较弱势。金融股今日表现比大盘也更加好，盘中起幅0.75%。山上寿创下挂牌即上新的绩效，上关来到21.1元，开发金是台北股市新高达第一名。电子股方面，九月营收创新高的台积电，盘中嘛起差不多1.9%，来到107元左右。鸿海起伏嘛超过1%，表现真水。